家宴姐薛家燕早前同四大师弟罗家良、黎耀祥、马德钟同陈展鹏去咗新加坡登台，每人都有 solo 演出。家燕姐仲同艺术学院嘅学生一齐劲歌热舞，而四位师弟仲一展歌喉，露家一唱起经典金曲，回忆即时翻晒嚟啊！这夜如何闭上眼睛，再和我回忆中约定，心里就有感应。一场邂逅精彩，若在这刻并没发生，不需灰心如痛哭，就在这刻迎头再上，所以要记住那一场。当时的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从此不在深夜的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Sexy music, I was getting on Sexy, sexy music, I don't know Sexy music, I was getting on這個組合呢就有個家的感覺，所以呢家是不應該拆散的。總之很開心很感動。是啊，朱鵬，你們幾個的聲音好像很和啦，當然是很和啦。我自己看長哥、Joe、嘉玲哥的劇集一起成長，我剛才聽他們唱歌的時候感覺 很滿足，還有觀眾，你看看觀眾的反應是今天觀眾很多，謝謝新加坡這麼多人支持，反應令到我們真的很開心。適逢開 show 日子搭住母親節，大伙兒的家人都隨團出發過節，而家燕姐的家人和寶貝孫仔都有同行，還和詹平一家三口去了主題樂園玩。而這晚家燕姐近三歲的孫仔 Julian 都有上台獻唱，相當之可愛的。然後大聲講 I love you 咁咧 ，I love you， yeah。沒法解釋怎可無盡親恩，可以寬大是無限，請准我説聲真的愛你。四位师弟除了同家燕姐献唱应节金曲送给天下母亲外，他们亦有献花给家燕姐送上惊喜，搞到家燕姐相当感动啊！最感动的一幕咧就系、他们四个出嚟献花给我。其实我真系同你讲，我当时系想喊嘅。几多话俾你？系我提。哦，系啊。今日系一个好嘅媒体。系啊，伟大嘅系啊，伟大嘅母亲。系我今年嘅母亲节。最感动的今晚，我真的，我感谢你。好，我哋携手，好，一齐。